这个就是里面啊，这城堡盖的是真不错，它的房顶是木质结构的，看出来了吗？完全是木头的。这是一个小窗户，这都是石。这个我觉得跟那个萨尔斯堡都很像啊。我觉得这个城堡跟萨尔斯堡确实很像。看看它门票多少钱？7.5块一张。这是里面。